哎呀，啊，我的肚子怎么可以这么痛啊？你一样有经痛的问题吗？或者是你觉得水肿或怎么样怎么样？我早上起来都这么肿，该怎么解决呢？还是你觉得想要变白，但怎么样白都越来越黑，该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实在有健康二都替你想到了。在《健康二》这本书呢，是专门为女性所设计的女性宝典。那里面呢，会有我们潘老师所有的智慧，以及詹姆士45道专门为女性所设计的料理，通通都在《实在有健康二》这本书里面。所以，如果你是女生，你想要让自己一直维持这么漂亮，但一定要买这本书。但是，如果你是男生，你想要疼爱你的另外一半，这本书也千万不能错过喽！《实在有健康二》专门为女性所设计的宝典，一定要买哦！